能力补充之日。韩国知名艺人李钟硕在东京举办了一场个人巡演，这也是他在入伍之前的最后一次巡演。当天现场的气氛非常压抑，变得很悲伤。李钟硕很舍不得喜欢他的粉丝们，他在现场说了许多煽情的话，让许多女粉丝哭到泪流不止。根据韩国的法律，今年29岁的李钟硕必须在明年之前入伍，所以他在娱乐圈的演艺事业将暂时告一段落。现在他已在收拾心情准备入伍，他想在入伍之前为粉丝们留下一部深刻的作品，这也算是给他自己多留一份回忆。他当天讲话很激动，最后竟然忍不住含在眼眶中的热泪，当众哭了起来，甚至还吐露心声说现在拍戏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众所周知，韩国娱乐圈的明星都非常敬业，他们如果要想在娱乐圈里扎根下来，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底才行。李钟硕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男艺人，所以才会在韩国乃至亚洲都非常出名，收获了许多粉丝在背后默默支持他。李钟硕的成长历程非常曲折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让他去学习跆拳道，他们认为男孩子学这项技能可以强身健体，但是很遗憾，李钟硕并没有按照父母规定的道路去发展。在初中时，他因为一次车祸导致身体受伤，不得不放弃这项运动。之后，李钟硕因为个子高，长相帅，很快被街头的星探发现，推荐他去担任模特。16岁那年，一次意外的机会让李钟硕进入到时尚圈做模特，他主要帮一些服装品牌试穿衣服，在舞台上表演走秀。李钟硕阳光帅气的形象很快吸引了各大品牌商的注意，他的人气也在这时积累起来。在首尔当时的圈子内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优秀的男生。虽然这时的李钟硕可以凭借模特获得一定的收入，但他内心其实还有一个表演的梦想，而他一直在为这个梦想默默努力，想尽早实现他。18岁那年，李钟硕做出了一个决定，离开模特圈子，加入新的娱乐公司。在娱乐公司进行了残酷的培训之后，李钟硕最终获得了表演的机会，顺利出道。21岁那年，李钟硕主演了电视剧《检察官公主》，由于外在形象很不错，他之后又在多部偶像剧中扮演男主角，以温暖的男神身份打动了无数观众，成为一个少女杀手。李钟硕虽然在这时实现了演员的梦想，拍摄了一些电视剧，但人还没有彻底走红。韩国的明星必须服从公司的安排，所以艺人没有太大的选择权，他们只能按照公司的意愿来发展事业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李钟硕非常低调，也没有什么负面新闻，公司安排什么戏他就拍什么。一直到2013年，公司才将李钟硕当作重点对象来培养，让他在电视剧《听见你的声音》中担任男主角。李钟硕在这部电视剧中扮演一个有特殊能力的高中生，他和李宝英、李多喜一起合作，最终这部奇幻类型的爱情剧成为了当年的收视冠军。李钟硕终于在这一年开始爆红，人气迅速飙升，还因此获得了韩国的一些电视奖项，一时间风光无限。经纪公司看到了他身上的商业利益，之后为李钟硕接拍了许多电视剧。他有着一张嫩白的笑脸，还有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加上大长腿，这个帅气的男演员很快就被观众记住，成为了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后来他又拍了许多电视剧和电影，每一部都收获了极大的关注。2016年，李钟硕的新电视剧《翡翠恋人》开播，他和中国的人气明星郑爽合作，两人首次搭档就上了热搜，还为他获得了许多中国的女粉丝。李钟硕的演技也受到了许多网友的称赞，大家认为他对待演戏非常认真，总是会用尽全力将人物的个性诠释清楚。虽然他经常拍偶像剧，可是每次的风格都能让人耳目一新，这是许多国内的小鲜肉无法做到的。在事业之外，
李钟硕其实更喜欢做投资，他在韩国开了一家咖啡馆，他此前甚至暗示如果有一天自己在娱乐圈累了，就可能去经营自己的咖啡馆。李钟硕这次在巡演上对粉丝说不希望大家想他，似乎在暗示自己可能不太会回到娱乐圈。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是猜测，已经有粉丝在李钟硕的社交账号下留言称，如果就算他退伍后没有回到娱乐圈也没关系，也会好好支持他开咖啡店，可见他在粉丝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。毕竟李钟硕做演员的梦想已经顺利完成了，不知道你们最喜欢他的哪一部作品呢？